大家好，今日咧又同大家介绍一啲素食嘅推介啦。呢个系芝士洋葱嘅薯饼，咁啊又系急冻嘅嘢啦，咁啊储粮嘅好帮手啦，雪喺雪柜随时有需要咧就可以食啦。咁我 channel 咧除咗有素食介绍、素食嘅餐厅，仲有淘宝开箱同讲自闭症嘅话题。我系素口仔妈咪。咁咧就喺 U 購啊，依、這個 U Select 嗰、那個超級市場咧，我就揾到好多素食嘅急凍食品，咁其中就包括依一樣。咁依一樣咧，我覺得特別好食嘅。咁當然啦，有洋葱嘅，如果唔食唔新嘅咧，就要留意啦。咁好簡單啦，佢只係氣炸啦，或者焗啦。如果焗咧，佢就建議咧就焗27至29分鐘，但我氣炸咧就用咗180度20分鐘咧就已經完成啦。咁你聽到啲聲音咧都係好脆嘅，咁個皮好脆身啦，好乾身啦，冇需要噴油嘅外表都已經係好脆身啦，又夠油潤啦，因為佢裏面咧可能都有啲芝士嗰啲成分啦，或者嗰個皮咧佢都落咗啲油噶啦。咁佢個芝士咧就唔係一粒粒會即溶嘅，係已經個味道混合咗喺個薯蓉同洋葱裏面啦。咁、那個洋葱咧就有少少纖維啦，仲有咁個薯餅咧就唔係話綿到好似完全冇曬質感嘅，都仲有啲質感嘅。咁我覺得好好食嘅，又方便啦。咁啊介紹俾大家。咁希望你中意今日介紹，下次我哋再介紹其他嘅嘢啊！拜拜。